收了水之后会变得很重，但有的时候可能就跑位了，是，所以一个防水的衬垫也是很重要的，是，对，我觉得你真的非常了解，因为在 Waveshine 在今年我们就有三大升级，第一个就是你刚刚讲，因为毕竟我们号称也不是号称，我们是真的叫做美波设计，所以我们第一个美波升级，对，第二个布料升级。就你刚刚讲，我们穿这是贴身的，所以也要舒适，舒适很重要。第三个当然设计升级，所以再怎么样都会很好看。哎，其实我想要问一下，因为像我很好奇，我们有时候啊出国，像去海岛国家，我们都是五天四夜啊，或是六天五夜这样子。那你觉得带一件比基尼够吗？当然不够啊，那怎么办？因为我总你知道出国已经要带这么多东西了，要带很多东西很麻烦，所以我其实。会建议大家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，比基尼一定要穿同一套，对，就是色系都相同，花色相同，其实不用，是分开来做混搭，这样你就会变得有很多不同套，是，有不同的选择，没错。而且其实像刚刚有讲到，我们会在今年是设计升级，我们就是上下两套，你看，如果我们出国，对不对？我们带个两套，就有四种不同的穿搭。所以呢，其实在今年我们 Web 上整个穿搭至少有上百种，让大家可以来做选择。超棒的，真的。而且你有没有想穿想穿？真的，你有没有发现它是双绑带？有。对，第一漂亮，然后性感，是。再来就是安全。真的安全很多，就我觉得穿比基尼安全感真的非常的重要。是，那我其实我在这边也想要问一下哦，因为既然比基尼这么重要，对来讲那么重要，其实有很多朋友也喜欢夏天的时候，真的很喜欢展现一下自己的身材，但是讲到这边就感到有点伤心难过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维持好身材，所以是不是可以请您跟大家分享？大家都很想知道怎么样在夏日可以维持好身材。好，运动是一定要的，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。真的，运动一定要。再来就是吃方面要节制。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方式，就是你多出去玩，然后多穿比基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穿比基尼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顺便检视一下自己的身材，说哎，我这里好像多了一点，或者是哪里多了一点，我要怎么样修饰？对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好逼人的方法，但我觉得是好方法。我应该今天就可以带套那个 Wave Shine 回去，对，买一套漂亮的，对，然后挂在床头，然后每天就是跟自己讲说，我就是要穿上它，我要跟林一样美美的这样子。我觉得这样搞不好有用，对不对？催眠自己，对，今年夏天就可以直接靠 Wave Shine， 太棒了。好，那我想在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呢，可以邀请到我们林恩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。那我知道呢，我们现场刚刚媒体朋友们应该画面都拍得不够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让林恩，让我们在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再多拍一些画面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一样在前面，可以吗？前面刚刚那个位置可以吗？好，来，那我们让林恩往前走一点，这边这个位置可以哈。好，那一样哦，有需要眼神的话，我们手可以稍微举一下哦。好，我们要从中间前面。好，中间前面 ，OK， 好，然后左边，我们左边这边也有一些直播的哈，直播的媒体，我们可以跟线上的朋友打打招呼。好，来，要我们再看回中间，好，中间前面哦，中间前面有举手大哥，中间前面，好，我们中间前面举手大哥，好，我在右边。好，右边。好，那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哦，在舞台上我们有一些电子媒体朋友。好，我们一样。好，从右往左给他看一下下。好，我们一样再看回中间前面。来，我们中间右前方这边有。来，右前方，来站过来一点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好，右前方，李大哥。好，来我们视线再看回中间。左边也有，一样右边，好，我们右边先，然后再看左边，我们左边也有媒体朋友，左边，这边哦，左边有举手，好，那我们其实正中央有我们 Waveshine 官方的粉丝专业直播，也可以看一下，跟我们的直播稍微打个招呼，等一下粉丝朋友们还有更多的直播跟大家分享哦。好，我们再一次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们，再次非常谢谢，我们也非常谢谢林恩，那么在接下来。
访需求，我们现在可以将麦克风拿到我们的舞台上。